过来看看。好，我还想说糟糕，没跟你讲完。下雨又下雨，我不想来，就不用来了。我说你心里没有问题，你拉到阳台里有没有问题？就是这个中间条线，哦，那很绿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我喜欢胖胖还是因为他可爱。好吧。到外场跟内场的泡水，和年轻人啊，嗯。